好，我们来看博信乡的茄冬树神木，这不知道几百年。我们看一下，这里有立碑来介绍。300年以上，还有很多岁。有在台湾变成神了啊！真的哦，它是神木啊！因为它变成神了呢，红布红色布子都是变成神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字？茄冬，闽南语叫嘎当。茄冬，这里啊，茄冬，叫重阳木。看一下吧，来快点，快点，有像吗？好，来，我把那个地方叫国姓乡，国姓啊，300年，看看，300年哎、欸，哇，真的300年而已吗？可能不止吧，那么大棵，啊，300年是国姓乡。哦、感觉应该是对，好大、啊。很大，因为啊，他可能算那个搞不好年货。啊，怎样？爸爸去拿一包饭。对，我看到了，有很多人在等我来。好，我要爬进来了。啊，怎样？我要爬进来了。这一颗就是台湾。这一颗台湾。这一颗就是台湾。好。好好了，我们要拍照。这一颗是台湾的。好，这个，借我过一下。没有，我在睡觉。这我偷的。什么？看爸爸的吧，爸爸的一个。哇。什么？哦，对啊，他那个是那个。那叫什么蕨？哇，咱在上面蕨。我这边有个软体，就照一下就知道了。哦，对啊，是树叶。不是，它不是树叶。蕨类的。蕨类，它是蕨类。哎，是蕨类。这里啊，看得到这里啊。寄生的蕨类，因为我家里也是有种这个，它就是这样，越改越宽，而且我家也是放在那个墙壁上啊。啊，它这里写到300。没有，这里没有写。那里，旁边那边。哦，那有写。这个在写神话的。写神话。哎。哎，那个，茄冬的姜黄，它是这种是抗癌的。嗯，可是它也不是说写的姜黄怎样。他那里有写，看到是抗癌。他讲的是姜黄吧？对呀、啊，对。茄冬不能吃啊。他是写茄冬的姜黄。他下面有这样。有他的广告啦。哎呀，不是它下面在卖，然后下面在拍什么？是在最高的地方了。看来不止吧，哇，大哥，有可能这样才300吗？这么客气吗？还有长那么快吗？好大一点。可以。那把切开是吗？没有啊，我左边也没看啊。再高一点。对呀，那客气了。好吗？可以啊，你为什么拍那么多？我要拍。等一下。是两个并在一起的。等什么？所以呢？在打仗之前就会在了。那现在你还没有啊？要不要？大家都有。
哎，你这里长出来不赖，蛮像的，蛮像的。